做工的人，铁工兄弟阿奇、阿青和板模工昌仔、怪手阿全，几个怀抱发财梦的好友，在工地里扮演一场又一场荒谬搞笑的发财戏码。这些古怪梦想诉说着这群人面对的各种困境，他们发梦梦破，满腔热血再来一个，以普龙拱精神在尘土中不败向前，从这块地转那方为犁，帮人做工盖房，却只能望楼兴叹。有着各种人生难题的他们，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活着，只是再怎么乐观，如果期待的事一直事与愿违，还能怎么撑下去呢？